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阿弥陀佛。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196页，大家都很熟了，不过呢，增加信心好不好啊？增加信心还不够，念几遍：东愿众生，我为众生受八关斋戒，功德回向众生，同享功德。那安尼就变菩提心啦，啊！别跟他想到自己的好家才来修改、啊、你如为众生，那么功德如大，那这同大的功德，各位是为了什么来修改？幸福啦、啊、你既然要为众生，你没幸福要来为众生，你走路就跌倒。所以为众生是慈悲心的根本，那我这个慈悲心的根本，那就一定要幸福。你若无幸福，那么就叫众生气死啊！啊，无得多伊。那为着要幸福，阿人都要有空性。那么空性就是对万法的了解，彻底的了解是平等的。不然平等，万法拢是因缘所生起。所以呢，离开众生，离开世界，任何一法，咱拢无得单独存在。要对一切众生、一切世界，用这种平等的感恩心，希望伊能幸福啊！众生啊，幸福啊，咱叫幸福的意义，然后发起这样的动机，那么大家来受戒，所以大家一起念八关斋戒的功德，好唔好？念国语啊，台语，这是高雄呢。湛江法师来念台语，大家对念。修持八关斋戒，可得无边的殊胜功德。根据诸经记载，可归纳如下七项：一、罪障消除，由薄色戒经八戒在品说。善男子，六年如是清净皈依，修八戒者，除五逆罪，乃至于一切罪戒色消灭，离远离恶处，实现戒经说，除去八戒受灾功德，不对地狱，不对恶鬼，不对畜生，不对阿修罗，上升林中，正见出家，得涅槃道，六生天上，行行梵天，
即佛出世清转法轮，故处八界又称八种性法。三福报由何？由不以对色徛经说。六日斋食，譬如海水，不可河流。既有斋戒，一日一夜食，几乎不可计。数来世尊贵，普达王经说，欲知王普达者，本是神王时得戒消离，随神王斋戒一日，奉行正法，清净修意，不犯诸恶，其后过世，焚心反省，为王作主，金地尊贵，皆由修行斋戒所致。我得上何心？经上说，有一天路，公言为上，以重超逸，诸天见矣。行喜忧心，识体凡因梦之，识罪何业，后得初步，天路得言，识以假下佛，受持八戒斋，经得成天，后断正报。六得无上乐，又报释戒经说，凡是斋戒，识断诸恶，发乐自施。六灵如是清净受持八戒斋戒，悉人即得无量果报，至无上乐。七所求如愿，正一无限经，故同品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八关斋戒，欲求生四天王天，亦或初愿，此界之人所愿者得。乃至欲求助声闻缘觉佛性者，悉成其愿，修持八关斋戒，虽尽一日一夜，如能修持清净，所得功德无量无边，尤其令人在家信众，播下出世的正因，将来获得解脱，免于生死轮回。因此人人皆应发心求修，以及早日进出菩萨道。阿弥陀佛，请听到214页。那么每一条戒都叫做别解脱戒，每一条戒都有不同样的功德。那么所以持戒的人绝对不对了什么都不但呢，即世人、后世人，阁得到真大的果报，能够念这边来，持戒殊胜利益。一、受持八戒的个别好处：一、舍离杀生，此生和未来世长寿，没有疾病，相貌庄严；二、舍离偷盗，此生和未来世受用圆满。旁人亦不会侵犯你的财富。三、舍离淫欲，此生和未来世相貌庄严，肤色柔美，五官端正俱全。四、舍离妄语，此生和未来世受人尊敬，不受人欺骗。五、舍离酒及毒品，包括烟、迷幻药、何时羞耻心减少的物品，此生和未来世有清醒的头脑，五官灵敏，智慧圆满。六、舍离坐卧高广床座，此生和未来世会得到他人的赞美和敬仰。七、舍离非食食，此生和未来世有好的收获，食物和饮料的获得不会发生困难。八、舍离香花蔓庄严及歌舞，此生和未来世有自然的香气，有好的肤色及相貌庄严。若舍离歌舞，则这一生和未来世身心皆能调伏，言语如法音。
念一遍：东观众生，得八观斋戒，种种殊胜功德，往阿訇。封面各十二条念一遍，啊，咱就要来十供养啊，十供养的菩萨准备一下哦。受持八关斋戒的殊胜功德：一、脱离病苦；二、消灭罪障；三、免除横祸；四、远离恶趣；五、福报优厚；六、成就迅速；七、来世尊贵；八、得生天上；九、往生诸缘；十、临终欢乐；十一、得相好身；十二、成佛道缘。所以呢，各位好好啊，持八关斋，永远要对着地家轨道、畜生道，同照二十小劫，来世健康，一世人健康，长寿好业，外表水，声音好听，出身高贵，乃至呢一切满贯。不但呢，那么够发到上好庄严，乃至呢，够发到往生十方净土，特别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同照中品中心，咱今日个持五戒十善业，哦，有发到中品上生，大家用菩提心来持戒，就发到上品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咱今日大家。持八关斋的功德，以大悲心回向世界众生，拢成佛。啊，咱家己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安尼好不？安尼拢去啊！啊，拢去啊！拢总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世间的代志就卖计较，好唔好啊？随缘随缘呐，钱要摕摕摕去，哦，厝要修修修去。啊，双击骨在力，安尼呐。啊，然后呢，咱这极乐世界给人回向。将来信愿回来高雄多因啊，那么一日一夜就发到汉人万万，所以那么各位爱把握时间啊，人生难得啊，有法度做人啊，够法度听闻佛法，咱都爱打拼修行精进啊。那么这个精进不是讲特工来乞丐，卖生气好唔好？卖骂人好唔好？骂人的霸道好唔好？我来讲好呢。你要真正好好好，我叫那恶量啊！啊，所以人就要练习，想到八关斋戒，你要一直练习啊。咱普通时啊，修急性的人啊，起码较慢的啊，修慢性的人啊，较紧的。然后呢，一个月啊，定来训练六天、十天，练习好惯性。然后咱慢慢慢慢就变啦啊，一世人就变啦，变到达天拢变啦呢。所以讲话方式要改变，辛苦的行为要改变，心态要改变，待人处事要改变。所以修行是一种的改变，而且是改好的艺术。那今呢，八关斋戒重点呢，过来断除男女的淫欲啊，卖有男女的爱染淫欲啊。阿阿婆是一个助缘，但是不是一种互相执着啦啊。你若执着，你就足艰苦，足艰苦。啊，所以呢，嘛不是一种的依赖。你若依赖，哇，靠山山倒，靠水水走去呢。所以袂使去依赖执着。啊，不过呢，是一个助缘安尼而已。但是咱的内心呢，依赖三宝念佛啊，打拼帮助众生，家己安住伫个无我、无依赖、平等的空性。所以，大家练习这种的生活。所以咱今日以这种的无上菩提心，大家来受八关斋戒，安尼高阳会好未？拢是因为你受戒才变好啦。所以洪太你来未？未，迄拢是你的功劳啊！所以人有法度影响世界无？大家拢有法度啊！所以希望交通卖有车祸，啊，咱就讲话较以温柔的、较好听的，特别车祸啊！啊，希望身躯袂破病，啊，咱就卖生气，啊，卖操烦，随缘过来做善事。所以，咱的心就影响咱的肉体，咱的心就影响咱厝的人。我都影响祖先无，啊，祖先嘛超度，啊，咱安怎祖先就安怎啦，咱安怎子孙就安怎啦。所以，咱安怎世界就变安怎。
所以这佛教这句话同要紧啊，来，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有法度成佛乃至落地界，拢是咱的心所创造的。啊，所以咱的心引导咱的语言跟行为，有法度去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咱好啊，都在持八关斋戒，完成这组的化戒呗。哎呀，过几几天啊，他们要纪念九二一大地震。咱今日好啊，持戒，希望这个世界水灾、地震、种种的啊洪灾、所死亡的拢赶紧超度，好唔好啊？咱今日个回向三足台风啊，希望它化为凉风啊。所以这个世间不管迄代志安怎办，卖欢乐。好好啊，乞丐念佛回向回安尼陀佛，这叫做佛法啊！绝对师父啊，我持八关斋，我囝那个唔听话，你无咧乞丐，你咧念囝。持八关斋哪有咧念迄呢？你都好好啊，念佛念佛念经，好啊，乞丐回向回，伊就好啊，安尼啊，这叫做佛法。干那袂烦恼，世间愈艰苦，咱就愈精进安尼。所以子孙愈艰苦，啊，咱就愈精进。所以世间的艰苦，予咱更加打拼清净，安尼就对了。唔通落入去烦恼内底，好唔好啊？卖烦恼啊！恁今日食毒，安尼好，我好啊，持戒，过来降水，水有法度消毒啊，对不对？啊，今日爱食薰，无要紧，你食薰，我做烟供，甲你拼，回向予你啊！你都别食薰，都别食毒，那这个就是佛法。啊，佛法是你不是要去改变对方，你改变对方你会很烦恼执着啦。佛法是因为对方的不圆满，成为我们圆满精进的力量，安尼都好啊。哦，迄、那个所在就歹个，啊，咱就该垦灰看薄啊，这所在就水啊，安尼啦。啊，无这条铁条条，迄多啊拢袂看。哎，人生了歹看，啊，无穿真啊红个蛮好看。啊，所以你就该庄严就好啊。所以黑暗的所在，你就给伊点灯，安尼就好啊。所以后边这句也有引导，有水无？就伊咩来啊？十供养啊！所以咱来为众生、为高雄，希望世界拢无洪灾啊，无战争、无冲突啊。那合好的人爱好家己干哪？各位火呐，拍开有水无？我看各位拢咁样吊起来的水，因为你无咧想这啊。你都无咧想这個，你都安尼，阿叔，我破病啊，安尼，我腰酸啊，安尼啦，规工干那想火，人个火较水，你咁要吊起啊，啊，所以你的心就爱，你虽然咱的肉体是咧变化，不管好也善，但咱的心足光彩，是安怎？因为心咧利益众生啊，咧供养三宝啊，对不对？你思维无我空性啊，哦，所以心敢那虚空安尼，光大接受一切啊，信心敢那日头安尼赶快，所以呢，哦，慈悲心敢那大海赶快，你要和家己的心态一起保持安尼，保持安尼啊，卖去有境界转去，卖去有境界拍倒安尼啦，啊，你今日来参加八关斋，等于厝诶，安怎回收住了？修了，按个休息也来得，安怎？你别讲，正好超度啊！一下就解决，较早起免多慢慢啊拖，直接去极乐世界，啊，无伊也无咧合分啦，对不对？啊，因为你咧乞丐回向可以，就算伊休息拢袂听，怎困起安尼啦？啊，迄是业业，但是他提早消业了啦。所以你一定要将你的心一定按思维的佛法。我既然咧想八关斋念阿弥陀佛，发生歹的代志，迄就是消障业，对不对？一定安尼。然后呢，伊往生一定超度。你有这个信心，安尼一定超度。结果伊就拄阿要升天，都靠安啊，还个走转来，个叫会休息安尼。无才拄阿未听，你个叫转来听。啊，因为你用世俗话还在听，了解不？啊！你迄个时阵，你的想的是极乐世界，哈尼清凉甘露，哇，就凉哇！极乐世界安尼，伊嘛袂怨叹，你嘛袂怨叹，什么意思？因为你的心转，你的对立转，啊，你的心咧烦恼艰苦，啊，颠倒来扭扭乱，会都啊艰苦。所以你边问讲，啊，你的祖先伫个什么所在？你心态安怎？祖先就伫个什么所在？啊，这点一定爱记，一定爱记，啊！所以啊，咱过去有堕胎囡仔。
啊，你即马想到啊，哦，我见效无唔对，啊，我积极，那么做功德，我要希望大家拢卖堕胎，我嘛希望拢甲因超度。啊，你会跟他讲，哦，老母，我足光荣安尼，免做你囝直接升天，啊，因为你的心态变成一种积极，化烦恼为菩提，对不对？啊，虽然咱大家拢作业，咱过去拢作业，但这个业变成咱的精进，咱的努力啊。所以咱即摆咧调感情，调感情，哇！希望众生的感情拢好我，我替你念佛，不但我袂听恁大家拢超度，拢好去啊！不但呢，你都袂听，而且更加多帮助别人。所以食毒的人戒毒以后，别人看到别人去食毒，而且懒散的懒散的，我即摆拢戒啊，好你无看啊！所以丢感情的人，因为吃菜念好嘅，啊，这小块代志，小块代志，你今日就对我沾菜，对我念好，你念你都无感情，啊，因为你有迄个经验，啊，别人看到你，啊，真正好，哎，好也好，因为我好嘅，安尼啦。所以医生嘛，伫咧边啊拍婆啊，讲安尼好，我免上班啦，啊，所以因为呢，佛道比世间医生更牛嘛，所以各位简单的就是讲，这个法。你要入心，你要入心啊！这个烦恼无入心呢，有当时就跟他出家人，穿出家衫，安尼看起来无像出家人，讲话无像出家人，做代志无像出家人，安尼啦啊！这事实有这种代志，那这点就是无入心吗？所以各位呢，法要入心，啊，咱就忽然的讲，这是一真正是呢，这消业障。这是一个慈悲的助缘，你卖烦恼，好唔好？啊，所以咱咧问的是变哪好啊？有处理心，有代币心，唔是干那解决我即马咧听唔听？你要听唔听？你呐很认真的去修行都未听，安尼啦。不但这个听，佮变成你精进的力量，因为呐无靠咱都未精进，无靠咱都无慈悲心，无靠咱都未幸福。哎呀，所以各位呢，这点学一下，好唔好啊？那学一下，接下来你就超度啊。做了你来去帮助别人嘛，学会晓，学会晓，啊，不然大家拢咧拍拼赚钱咧，烦恼无钱，拍拼运动咧，烦恼破病，结果嘛拢走去病一度，啊，因为伊是伊用一个烦恼的心咧运动还好，对不对？啊，所以各位爱有一个超越的心态，我咧运动会使，我希望大家拢健康，大家拢快乐，啊，我身体较勇，我来代替破病嘛无要紧，我过会运动的，啊。你就一直转化自己的心态。好，请现在五十页，有闻到那香味有没有？海涛法师特制的，我自己参的呢，自己煮的菜，啊，意思是我参很多好油啊，哦，这样，哦，这样闻到有好起来吗？哦，这样就好啊，啊，你不用油啊吃了，你油啊补习给别人，你就不用吃油，那么简单。你哋哩塌塌塌拢无好，煮书加油啊无好，煮笔报喜，嘿，煞免加油啊！啊，趁钱唔是努力来，是为了福报卡那毛钱。啊，你定来去报喜报喜，你自然那倒台一间厝，就拢免趁钱。啊，嫁一个好嫁翁，啊，娶一个有钱某，安尼啦，生一个够趁钱囝。啊，你就足有福报嘛。所以做啥物代志，你自然福报。所以有迄个福报的因嘛，所以可以止麻呢、破病麻呢，咱定定补是药啊，好唔好啊？哎，讲倒三讲，啊，这就简单的药香、药粉啊，即马用的这高雄做诶，听做了真香，哎，搁掺家己做诶啊，啊，你家己食什么药，你就补成什么药就好啊。其实我试过每一种中药啊，它掺落拢足香，咱这做这中药呢，用起来拢香香啊，啊，味道很好。好，就跟他讲，一个真爱放生的人，当然放生有放生的福报。但是你那放生，讲那你食饱食饱，那福报跟他哇破见，安尼流出去啊！啊，即马得着啊！那念咪个听起来，因为你个食饱嘛。啊，所以你有咧放生，还是做善事啊？在里面慢慢那就卖食饱哦，安尼呢，那福报就掉的这个意思啦。所以。啊，咱虽然要乞丐，但是咱要乞丐，咱都要忏悔啊。那忏悔，想那忏悔，忏悔就是讲，啊，我过去就是杀生，所以今嘛安尼破病掉干净。啊，我今嘛来忏悔，我绝对袂过杀生啊。所以忏悔一定要决定讲断一切恶做基本啊。啊，咱今日掉干净，就是因为脾气歹，还佫爱食肉，
啊，所以你都要改脾气，啊，个卖食吧，然后迄个病就渐渐的啊，减轻无去。啊，你来个哪食吧，啊嘛病嘛无好啊。所以忏悔就要包括断一切恶，咱绝对不爱去犯啦。啊，咱今日要断五戒、十善业戒、八关斋戒。所以咱咧忏悔阵，就要将咱过去的杀生、偷盗、邪淫这个业，该忏悔，卖个犯啦，好唔好？啊，然后呢，第四条就是妄语啊。那妄语伫十善业内底，佮包括卖美人、卖骗人。卖功劳是非，卖讲卖讲迄种对众生无利益的话啦，啊，机遇咱来断这个恶，然后叫法度修习善业啊。所以内心内底呢，咱对今日开始就卖吝啬健贪啊，再来呢，还卖爱生气，一定要起了自卑心，定要想讲我要哪去帮助别人，叫做不爱健贪，定要想讲我要安怎自卑众生，不爱生气。啊，然后呢，我要安怎尽信因果啊？了解空性，卖个下低下见。所以，当然为了要保持咱的信念好，那么卖饮酒，对不对？啊，卖饮酒啊，像各位拢是老佛教徒啊，卖个食吧啦。啊，因为刚带去一间餐厅食啊，未歹食，结果菜单一半拢掺两碗，啊，你就规矩讲卖两点就好。啊，你讲啊，都无卖两，都无生意啊。不怪你侬面拢白白安尼啊！啊，因为即马客客了解啊，诶，鸡啊，就交配无交配，迄是迄个为着要生下你这鸡卵，很多小公鸡拢去用太太死，对不对？小鸡、小母鸡的嘴都去用切断安尼啊，那你该虐待，啊，叫我知道，哈，你这鸡卵出来，所以这个鸡卵跟有交配无交配无关的，就残忍，对不对？就残忍。啊，为了要食这个鸡卵，小公鸡用夹着肉酱，生出来无几秒就死啊呢！哇，所以即马了解这个道理，这个一贯都无关系啊，这个什么无关，这就是残忍的关系啊！这不是讲啊，我是道亲，所以我会使食鸡卵鸭卵，这不是这个意思。真理是任何宗教拢爱了解啊，所以呢，咱做道亲的人会使食鸡卵无？买，啊，你们家叫做道。啊，有真理啊，这跟佛教、道教拢无关系，这就是因为这有去直接或间接去伤害了众生，咱都买啊，所以各位，你去假说是爱定来去食，爱个供呢，爱个供呢。所以我刚为着要个供，我上一足侪观世音菩萨的安尼啦，我个上一香啊，啊唔知道，这师傅袂歹，可能步骤要看去。啊，下回我再来个影响，买了买个两面安尼。啊！我看你偷家菜弄个掺两落去啊，呢勾引人家吃啊！所以各位就来，当然你得爱改家，搁好一钱，搁上一礼物，搁改娱乐，对不对？搁改关怀，心里好不？安尼啊，啊，改祝福，啊，然后改讲的都未歹，也听你讲啊，你未使一蹦就就敢讲啊！怀茶家的早拜，你去遐都食袂落，你来改布施爱语啊，有一段时间了。好，那各位，咱即马虔诚来忏悔，咱过去犯五戒、犯十恶业啊、犯贪欲，乃至自私无慈悲心的业，咱拢该消毒，咱内心要改变啊。忏悔要有这个决心发誓，改往修来，那么更无再作诸恶。咱今天所有的痛苦是咱过去做得来，你跟他想要消毒迄个痛苦，结果你迄个作恶的心态佫低的，你永远迄业消袂掉。消不掉，有的人说、啊、我拜禅拜那么久，我经典了那么多遍、哎、那你的心态还在的、啊、你当初那种做恶业的心态还在的，这是根源、啊、所以无数贪嗔痴都是这个根源，你要为这个根源消毒，这样业不知道多少消毒。好、啊、现在分那张十善业的仪轨，我们就要修十善业，好不好？那么十善业同真要紧，修行未使离开心口意啊，那所以佛教咱爱持五戒，修十善业，啊，咱叫人天福报。乃至弥勒菩萨讲，你只要修十善业，将来必定往生道善瑞呢啊。简单来讲，你修五戒，有法度和你去四天王天，过也布施，有法度和你脱离天，
过要点灯，还要去第三天。但是你若果进一步修实善业，就发到往生倒帅轮啊。所以不但有拄好讲诶人天福报，阁有法度往生倒帅轮椅，乃至呢品味高尚啊，高尚诶极乐世界、十方世界拢有法度。啊，所以咱即嘛修实善业界。那么实善业是菩萨界的基本啊！你今日要做一个帮助众生的人，那你的心可以袂使去犯威仪去伤害了众生，那你才进一步有法度修菩萨界啊！所以咱以菩提心来修实善业，希望真未来者，咱拢变一个心可以对众生好，袂去伤害众生的，咱就要安尼去做。我感觉高雄人。过了真快乐，我早起出来看到一个老母带一个囝，啊，一个查某囝，啊，三个都在咧卖煎饺哈，啊，足细大哦，两个包老母煎吼，生意足好安尼啦，啊，安尼快乐无？啊，应该咱做三点钟，啊，就等于困中昼，困到暗去啊，啊，安尼就足好过啊，卖贪心，有够用就好啊，啊，我看因咧囝甲查某囝啊，拢无结婚，安尼更加快乐。啊！阿得个老母安尼快乐啊！啊，所以人都要安尼低脚安尼都好啊。所以明仔载咱嘛来卖煎饺，安都好啊，安尼贵都好啊。无你母下大金要从啊，我贷款啦，啊，佮要惊死安尼啊！啊，所以讲拍拼修行较要紧，对不对？啊，剩咧一礼拜上班三工就好，剩咧拢来修行啊，有够用就好。较袂人即个贪心，互咱足艰苦。就艰苦啊！所以你甲恁讲好啦，好啦，赚两万多啦，对我来受不管灾啦啊！你赚到这边同啊，起步安尼啊，先惊，还结果给超还的呀！所以你若想会通啊，有就好啊！啊，像我出家阵每个月领偌济，你知无？三千无啊，就开始八百，八百，啊，不要去修改等啊，三千，嘛感觉未歹用啊呢。啊，重新计划，我这个月有八百堂要用，还要重新安尼啊。所以迄阵在跟他讲，哦，人生很踏实。啊，无呢，哎，过去就浪费，就浪费啊。放一来跑了几啊千，啊，所以哇，开机票安尼，啊，都唔惊死安尼。所以啊，即马合佛啦，阮师公袂使差半角来啊，穿旧的衫，啊，生活拢。计划较足好，计划较足好。那计划较足好，对外个春节咩，我嘛根本拍拼要来报喜，对不对？啊，因为既然要修行啦，未使消极，拍拼来报喜来做善事。所以，那家己简单啊过，安尼就好啊。所以慢慢就改变。所以各位爱点第二就是讲给师之才啊。资就是讲身外工具啊、衫啦、物件啦；财就是金钱啦，咱来定定啊，你布施不偷盗。第三，上好诸佛还心，就讲咱各位今日安尼啦，修八关斋不饮用，所以那不邪淫，搁修还心。第四呢，外骗啦，乃至呢，对今日开始讲老实话，好唔好？用一个人爱骗人是，就无好无就骗人啊！啊，所以来讲老实话。大家拢相信你，你别讲嗨呀。第五，和合彼此不两舌，那卖去讲彼此的是非啦。啊，伊两个误会，就算这人真正对不起，啊，你嘛卖去讲伊歹话。第一对不起的人，咱肯定做好。第二，另外一个讲，啊，咱来给伊机会，安尼啦。啊，和合彼此不两舌，哎，各位今嘛双忌，看他不好，对不对？啊，恶子呢？啊，拢讲别人歹。所以常常问我师父要选多少个，你选佛祖就好了，选基工团八关斋，那免去投票，除非是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你也可以选。他不是百分之百的好人，你虽然选这个，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你的重点，是你支持他的。所以各位这点来了解，不是说两个青菜紧一个，因为他也在做业，他也在做业，安尼袂使，因为你若去支持，你有这个强业伫个，但是咱袂使有这个强业啊。咱一直甲伊回向，咱两边拢关心。虽然咱无一定百分之百个投票，但是咱一直甲回向安尼啦，希望伊做好啊。
所以再来善言安慰，不恶口啊，把人做了歹，唔通用咱的习惯，先骂一下讲，啊，先骂一下讲，骂到大声声，连呼拢无声。你袂使做歹，你都要先改安慰，好有机会改变。啊，各位养成习惯，好唔好啊？问一个捌骂翁的举手，你看拢无举手，手断去吗？哦，你看啦，听住啦，啊。卖啊卖啊！恁阿哥无甲你离婚，可算正个在，忍你足久啊！啊，所以各位，你养成习惯，那么对方无好，那嘛是爱轻声细语安尼讲啦，讲道理啦。那因为咱甲你乞丐啊，啊不 OK 啊，做利益与不起语，卖讲迄种虚伪的巴结了，为着家己利益啦，安那讲讲讲安尼啊，啊，敢那新罗啊，为着要巴结头家，那么讲好好好，只要你加薪水。结果我给每个操头啊，所以哪里的虚伪啊，前后不一样，所以我们讲话一定要对对方有帮助，而不要虚伪。再来，心有三条，常怀舍心。那等下想讲，要安怎去帮助众生？我给你落底下钱，就是要提给别人，要帮助别人，我就要有这个钱啦。我给你学什么能力啦，有什么好料，拢想要提起给别人的安尼啦。还有这种的欢喜心。啊！你身躯拢摕感冒药啊？你等等等等，都是感冒，紧来吃我的，我痛好的安尼啦。啊，唔是讲，哎呦，刚才我无感冒吼，我身躯够药啊，我才唔好你。啊，无我那感冒要安怎？你就安尼想，你就保证感冒，你吃两遍嘛不好。啊，所以咱扛什么物件拢是为着要帮助对方诶，不悭贪啊，就吝啬贪心，恒生慈悯。逐工咧想讲，我要安怎？原谅对方，对对方好，老母就是安尼主因心，对不对？老母拢未去放弃家己的子孙呐，所以不嗔恚，咱绝对莫个用生气来处理代志，好唔好？啊，我即马同欢乐下，这人做唔对吼，我个讲我的子孙，那叫骂是咩事啊？啊，明明就伊就唔对，你佫未使个讲，啊，讲落去吼，伊连咪就起批评，佫甲你害，啊，唔就足歹处理的安尼啊，拢未参详的就对啊。啊，因为有些轻慧心的不弯修啊，就麻烦呢。啊，所以安尼就无得修行。再来，正信因果不邪见，拄着虾米代志拢卖怪别人，这是咱的因果，咱的忏悔啦。啊，咱今日也得到好的，嘛是咱做的善业，咱来把握福报，做较济回向和众生。啊，所以无别人对不起咱，拢是咱家己对不起家己，做虾米代志爱坚信因果。啊，所以各位，咱就十条拢爱持，好唔好？啊，不但这世人，而且呢，希望尽未来世拢持这十条的戒律。不但呢，咱也希望咱的子孙朋友啊，你拢会给影响，一直给影响啊。这十条各位同学背起来，救活生命不杀生，给施之财不偷盗，常修犯行不邪淫，说诚实以不妄语，对给那点来背，好不好啊？那背起来，然后变成你的生命啊，你的行为好。咱明仔载有一个重要的法会，明仔载有六个女众菩萨要剃头出家，哦，所以咱就办呢台南麻豆，因为这麻豆园区也是属于我们永久道场啊，所以呢，那就对啊办，里面来不？随喜功德啊，所以。将来嘛，静下出家一面，出家要紧哦。因为这个社会主要各济人出家，当然出家唔是代表我到度众生啊，出家要就要训练嘛，对不对？就要修行嘛。出家要那无训练无修行嘛，无到改变，无到影响别人。出家人是其他人的模范啊，所以希望各位拢爱发这个愿，讲我将来愿意做别人的模范嘛，做别人的老师。就把人的皈依家，那我在这个世间呢，有法度友好父母，进一步友好众生，所以爱来乞丐啊。跟各位讲，你爱来乞丐，你爱来乞丐，你家己未对着什么多，得着世间的福报，长寿健康，一切圆满，来世升天，往生叫世界最后幸福。所以乞丐要紧无？真要紧啊！乃至有法度一世人都爱来乞丐，不得了啦啊！所以各位买发一个愿，将来闹姻缘或者来世，一定要出家，好唔好？好，跟三辈好。啊，
买也好，藏也嘛好，送给别人嘛好。你送给别人嘛是成就别人出家嘛，成就自己出家嘛，对不对？啊，这个意思啦。所以明仔然后迎面来参加，好不好？继续请假，无紧。啊，但是这是好代志呢。哇呢，随喜别人有法度随喜参加出家法会，就正合咱出家的因嘛。啊，同享功德啦。虽然各位迎面还未到啦。啊！你今日暗时也在考虑，考虑规暝拢卖困啦。哦，决心要出家无？啊，要决心要出家，无要紧啊，也会短期出家。当然，如将出家嘛，无法度我马上出家，要观察嘛，视察模拟嘛，定定啊。啊，所以明仔发挥嘛，真舒心啊。因本来是甲我讲师父啊，九月十九，我拄啊咧外国，啊无国历九月十九嘛，无紧，意思就好啦啊。啊，明仔个是。鼓励催赞啊，莲花生大师的加持呢，哦，啊，所以嘛是好日子，所以咱今日的功德嘛，拢来回向，明仔载要出家，这世人拢圆满，好唔好？啊，不但袂退转，佮真正发菩提心啊，出家人要出家，第一就爱有一个出离心嘛，你若无出离心哦，一出家足艰苦的，佮想讲迄迄查甫做引导安尼啦，哦，迄查甫生了袂歹，啊，你嘛足艰苦，足艰暗不甘在心内，足艰苦。第二呢，未使爱钱，一出家咧想，啊都无钱真艰苦，啊来个念经我红包无，啊你嘛做歹命，啊所以出家人第一就爱感情放下，尤其女将来要出家较困难，啊离开因翁讲无要紧，离开因囝讲离别开啦，连查某囝要结婚你也要共管，剃光头嘛要去参加，啊那安尼你都无出家啦，心是讲啊出家就未歹有功德啦，你放下。啊，无出离心，啊，你无出离嘛，无真正出家。啊，出离心是基本呢，出家最主要是爱有迄个心要利益众生。那既然要利益众生，咱要有资格啊，啊，要有修行啊，要有内容啊，不但心口意修善业，受人欢迎啊，持清净戒，啊，佮广合一切，佮包含一个慈悲心。你若无广合一切，检查就佮插落去安尼啊，啊，话凊彩讲哦，安尼嘛袂使。你爱有符合佛的道理，不是你的想法。有的人是用自己的想法在跟你讲，这样不行，这有佛法的根据在的、啊、按照这一本经典佛怎么说，所以要怎么做这些事情、啊啊、所以当然也就要深入经中。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出家人不简单，哇，十八般武艺会唱会跳会坐、啊、会说会写都爱会晓，我知道出家人哇这么麻烦啊，但是安尼真有意义啊！礼拜嘛风险呢，啊，穿衫不好看嘛风险呢，讲话歹听嘛风险呢，心肝卖个众人嫌。所以要出家，你就爱哦，就有意思诶！哦，我都好，家己诶心口意一直往同圆满诶境界去训练啊。所以安尼有意思啊，无啊？有要出家无？啊，是讲做爱做爱，那是无多可能，伊免无搞，你安尼想啊？啊，连我家不爱的，啊，那你都无好报啦。所以各位，哎呦，从就哎呦，这个欢喜啊，各位要做皇帝不？你讲未？我当然即马讲拢未啊。意思是讲，出家是皇帝呢，是咱心的皇帝，对不对？啊，一切法的皇帝叫做法王呢，啊，人家有法度主宰，主宰够法度帮助众生啊。当然，你要做一个出家，要有皇帝命才有法度。你过去修真多福报，无你都无影响力啊，讲话拢无人要听，安尼啦。所以你该有世间的威德力甲福报，进一步过有出世间的法的这种的啊影响力，这两种的世间出世间拢要圆满。所以无论安怎拢要打拼，所以咱安尼来回向啊，出家拢圆满，好唔好？啊，希望各位拢会再出家。好心人啊，拄着我，你拢变剃头诶！莫用查某来找我，啊，没用查某来找我，咱拢出家，拢出家安尼啦。啊，那因为这個世间呢，干那靠咱家诶人啊，无要靠啥啦。即摆这個社会好好诶人愈来愈少，卖讲佛教，其他诶宗教拢咁要倒去安尼啦，无人，拢无人。尤其我去澳洲、美国，呢教堂拢无人啊，啊，拢无人啊，无人要去，啊，无人要去，只好卖卖出去。你英国？三分之一的教堂拢没有其他的宗教啊，拢卖掉啊！啊，其他改做饭店、餐厅，无人啊！啊，
啊，难得有一个牧师，啊，改做查某的，啊，因查某无人要去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因为现在大家拢信，现在宗教拢信仰，为什么？手机、电脑，少年都无人要来耶稣基督的礼拜啊，拢去啊，拢去啊，啊，啊，所以现在的末法是啊，所以咱紧个快个积极，好。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佛道就是精力善用，自他共荣，将力量运用在最有效的地方，就跟防疫一样，出门戴口罩，口罩要戴牢，公共场所落实防疫规范，接种疫苗提升保护力，注重个人卫生，勤洗双手。这是我的防疫九宫格，你的呢？台湾在哪里？近几年啊，在这个哲布斯找到了大概在12世纪，撰写的一部叫做《上师传承历史》的文献当中，有这么一个记载：在印度有一位根智大叫做阿底峡，啊，他不仅呢就学识渊博，而且呢德高望重，声名远播，对这个整个佛法和教义都有非常全面透彻的了解，所以呢，以西为呢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将阿底峡尊者迎请入藏。于是呢，这个重任呢，他就交给了有一位叫做加总追僧阶的义士。但是呢，非常可惜的事情就是，这个义士没有成功的将尊者请入到藏地。他把这一路的这个见闻呢，以及这个尊者的答复汇报给了这个以西文。之后不久呢，他就再次返回了印度，来到了这个超界寺，跟随阿底峡尊者继续学习佛法。而此时呢，在藏地的这个以西文也是年事已高啊，愿望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就永世长辞了。那总而言之呢，就以西文就没有成功的将尊者请到藏地。所以呢，临终的时候呢，嘱咐他的侄子成就尔来，再接再厉。那么成就尔为了能够完成叔叔的遗愿，就特派纳措义师前往藏地，纳措义师啊，然后呢，就是前往印度啊，迎请这个尊者，来实现这个叔叔的这个生前在藏地广传正法的这个宏愿。下面呢，我们来讲讲纳措义师到了印度之后的情况啊。纳措义师一行人呢，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啊，
终于抵达了阿底峡尊者所在的这个超界寺。在这座寺院是继这个那兰陀之后啊，是印度最重要的佛学院之一。但是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它也是曾经是密教的学术中心，而且这座寺院啊，曾受这个波罗王朝历代国王的护持。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呢，就可以得到这个国王授予的班智达学位，所以呢，这里可以说是人才辈出，很多著名的学者和大师都是来自于超界寺。啊，都有谁呢？比如说这个噶举派的祖师那罗巴，还有阿底峡尊者，还有后来到西藏的啊释迦师利巴陀罗等等。总之呢，我们回来接着讲这个那措一师一行啊，他们抵达印度之后，到了这个超界寺前面的这个恒河边上，当一行人呢终于渡过恒河，行至寺院门口的时候，那时候就天色已晚啊，寺院的大门已经紧锁了，就没办法，所以他们一行人就只能在寺院外面的一个角落过夜。天亮之后呢，那撮一行人呢就是在门外就诵经啊，这诵经的声音呢被在寺院里面啊跟随着阿底峡尊者学习的这个总珠森根医师就听到了。医师一听呢啊就知道是藏族人，所以呢就想出来探个究竟，于是呢他从寺院里面出来，用藏文询问那措医师一行人啊，你们为什么来这儿啊？是为了迎亲班智达呢，还是为了学习佛法呢？这个时候呢，就外面的这个那措医师等人呢，这一路的艰辛啊，全是外国人外国话，突然之间呢就听到了熟悉的藏文，熟悉的声音之后呢，那就特别的就不要不要提有多么的开心啊跟激动了啊，有点像是老乡见老乡啊，两眼泪汪汪。激动过后呢，他们就回答啊，这个祖师僧啊，我们都是为了迎请尊者啊阿底峡尊者入藏而来啊。总之僧一听呢就马上就说道，你们千万不能跟别人或者说或者就超界寺的人说啊，你们是为了迎请尊者来的，这样他们就会很不高兴，所以呢你们呢就先稳住啊，什么都不要说，做出一副假装来学习的样子，等到这个机会成熟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怎么来迎请尊者。于是呢，这个那措一行人一直留在这个超界寺学习佛法，大概过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才终于有一个机会告诉尊者啊他们此行的这个真正的目的。阿底峡尊者听后呢说道啊，看来这个藏地的国王真的是一位大菩萨在世，菩萨的话呢我们就怎敢违背啊，而且为了佛法的兴盛，尤其呢你们又如此不远万里啊来到此地，所以呢这次呢我会一定想办法去一趟藏地满足你们的这个祈愿。接着呢就尊者就特别为此迎请，就是祈请了杜母，因为他的本尊就是杜母。那杜母呢就告知尊者，此行进藏利益会非常大，特别是会利益到有一位在家居士啊，这个在家居士具体是谁我们之后再说。不仅如此呢，这个尊者呢还太特别的为此去了金刚座啊，在祈请和占卜，结果也是一样，
所以呢，就是阿底峡尊者呢，最终下定决心要去远赴西藏弘法利生。同时呢，他也就是跟当时的这个国王和超界寺的执事们有约在先啊，此行只去三年，三年之后就会返回印度。不久之后呢，他们就启程去藏地了。当时路经尼泊尔的时候，很遗憾的事情就是，那位总主僧给意识呢，途中就圆寂了。于是呢，阿底峡尊者说，他的医师就去世了，这等于是我的舌头没有了，去了藏地没有什么意义了。他这么一说呢，这纳索一说，纳索医师就说啊，在藏地有著名的仁谦桑波等很多医师，而且呢，一些比较简单的对话，我自己也能可以翻译，所以呢，尊者一定前往西藏。所以呢，后来那阿底峡尊者也没有回头，直抵阿里。所以呢，当时的情况呢就更加的混乱。那么仁谦桑波呢，他就在年少的时候，就曾远赴印度，主要在喀什米尔地区学习佛法。后来呢，又回到藏地，得到这个宜西维的青睐和赏识，所以呢，宜西维呢就请他带领这二十几个人的这个队伍前往印度学习深造。后来呢，他又在印度呢学习了很多年，所以呢，无论是佛法的典籍、理论和教授，还是密法的内容和修行，他都可以说是受过正统教育和完整的学习，而且又是精通藏文和梵文。所以呢，当时呢，他再回到藏地的时候呢，就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论，尤其是密法的典籍，也翻译了不少就是医学的典籍，也对这个藏传的医学起到了相当大的这个作用。总而言之呢，他对这个藏传佛教，尤其是这个密法，打下了一个全新的正法根基。所以呢，从他开始的这个密教啊，就被后人称为新义派。所以呢，就是在他之前翻译出来的这些密教典籍啊，以及流传的这些教授口诀啊，都被称为旧义派。可能很多人不太有听过啊，这个什么旧义派或者新义派这个名字，但是呢，如果换个名字，可能很多人就会非常熟悉啊，就是宁玛派。宁玛呢，在藏文里面就是旧的意思，因为宁玛派他们说，他们自称呢，就主要的修行传承都是来自旧义的部分，也就是说，在前弘起留下来的密法内容和教授作为他们主要的传承，所以呢，他们自称旧义派。但是呢，在藏文里面啊，省去了一个义字，就只有旧，所以就变了宁玛这个词。那么阿底峡尊者抵达藏地之后，抢救我是怎么迎接他的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觉得我们下回再分解。谢谢大家。